喺度過去呢一段嘅日子裏面啦，辛苦曬大家，非常非常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亦都希望聽日上庭嘅朋友，他們都可以有一個的公正的判決，願眾人平安，還有特別是通宵達旦的一些的市民，來支持的市民或者關心這件事的市民，希望大家注意安全，多謝。我冇補充。翻嚟左邊講到啲咩啊？我亦都係多謝法官，因為雖然喺今日佢係咁倉促，係話可以俾佢去保釋，唔會去律政司係撤銷咗嗰個上訴保釋。佢係都俾我哋可以係星期一下個禮拜一四點前先交個保釋金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哋香港嘅美好嘅制度。我哋係有互信嘅，雖然我哋今日保釋嗰個四位朋友，佢哋係未必需要今日去俾到個保釋金，呢、這個就係信任。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美善，我們希望要保持這個香港的美善，在這裡我們不可以獨善其身，我們還有47位朋友是被告的，那還有我們現在我們還有其他的朋友，他是未保釋到出嚟，我哋好希望佢哋都能夠同樣嘅，都係能夠保釋到出嚟先。亦都我都喺度呼籲政府，你撤銷呢個控罪。我哋要保持香港嘅美好嘅制度。我好多謝，起碼今次真係釋出善意，政府讓我哋首先有四位嘅朋友，佢可以是保釋到出嚟。香港人，我哋要加油，我哋要保持成全香港嘅美好嘅制度。多謝大家。翻屋企打件事，唔使咁大聲做咩啊？都係食餐飯咯，係咯。咁我打下佢啊嘛。Sorry， 咩？有冇準備好煮啲乜嘢？準備好煮啲咩俾佢食啊？我想都是平時的送菜啦，因為其實平時的送菜已經是很好的一個的餐單，就是一個的平均平衡飲食均衡，係啦。啲四日走落去，佢依家嘅心情係點樣啊 ？Sorry， 聽唔到，唔好意思。四日啊，經過咗四日之後咧，依家心情係點樣啊？都有啲矛盾。我固然阿志恆放翻出嚟係好開心。但是因為還有其他人是未放回出來，我都很掛住他們，特別是一些很後生，只是得23歲那批，或者得20幾歲，就是年輕那批，我是很掛住他們，我希望政府都可以放他們出來。好，多謝大家。我想問一下，可以這麼快就獲釋，是最早那批獲釋可以獲釋嗎？我都不清楚，因為我都不知道他那個
被保釋的準則是什麼。我自己聽了這麼四天都在聽，其實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應該獲得去保釋，同埋亦都係應該獲得撤銷呢個控罪。多謝大家。